那统没统计过自个儿杀过多少条鱼？忘记了。我这个我看到水，我就拽了记得的东西。这个讲究切一片是讲究什么？一毫米吧，说一毫米吧。人间至味应如此，老白只恨晚潮州。哎，这个是想吧，体验吧。今天来潮州吃鱼生啊，我们找的这位朋友厉害了，9岁开始杀鱼，到现在杀鱼超过10万条。各位阅鱼无数了，所以这期我们的主题就是鱼生，请多指教。本期视频不是广告，欢迎全国各地老板括弧有能耐的踊跃举手。看那个瘦弱的小身影啊，就是老板啊，在抓鱼估计。哇，老板好。老板，来认识一下我们潮州的鱼生达人。你愿意大家怎么称呼您？我叫老许。许哥，我们的鱼生都是使用长江钓水鱼网箱钓的。哦，钓水鱼是吧？就是至少要钓到半个月以上才可以拿来做鱼生。哦，大家知道什么叫钓水吗？市面上有一种说法叫瘦身鱼。哦，就把那鱼养得很胖很胖，然后再饿死它，不给它进食。哦，然后就帮它让它钓，控制肚子让它钓，它的周质会起到会紧致。哦，这样会好是吧？消耗它身上的那些脂肪。哦，它的周质就弹性就好了很多了。钓水就行，它的鱼又抓鱼的话就要很小心，它要保护它的身上那些粘液啊、鱼鳞啊什么的，保护得很好，它钓水钓起来，它才会有效果啊。钓得不好的话，它的周针也起不到。那这玩意儿逮一条不就完了吗？那大家夸去的那种。我这么大，这规格一般我们水用都是差不多3斤重。这什么草鱼？这是草鱼啊，这草鱼我们也叫网鱼啊。完了，它的鱼生结束了。它这里有一个动脉，我们放血都是从这个动脉。哦，还放血。哎，为什么我逮鱼从来没放过皮？很娴熟。那瘦过身的鱼，它的内脏就没什么油脂了。哦。放完血之后就不能再洗，用清水洗了。它需要用毛巾擦干它的，不能它不能有水分嘛。哦，这样是吧？我。我给你解鱼，慢点。哇！哦，鱼皮就撕下来了，我这不花鳞的。这可以用来炖汤是吧？对。哦。里面有鱼骨是吗？就因为切得够薄啊，哦，就把那个骨头切得很脆了。哦，是吗？如果你切得太厚的话，它就会硬到骨头了。哦，一根你看，一根很长的，然后这里啊，一根这么长的。哦，然后我们把它切脆了，然后就切不出来了。哦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所以鱼这个讲究切一片是讲究什么？一毫米吧，这一皮就烫熟的嘛，它用90度的温水，然后就。烫基本上都是熟的，烫了然后还要泡冰水，啊，还要沥干水分。我感觉应该是泡的冰水，很烫哦，很烫的。我最喜欢吃鱼皮。嗯。回锅了没？我就开始拌去了。我看这个调料和顺德的也不太一样。不一样。广东有三大鱼生：潮州鱼生、顺德鱼生和五华鱼生。本地有这种就金不放，哦，这本地的有一带香型的叶子，九层塔就是这个吧。然后还有双杨桃，哦，杨桃五种的杨桃，这是解腻的，啊，哦，这样。
比北京烤鸭这个调料丰富多了啊。然后咱们这边怎么吃？我帮你调一碗，试一下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示范一下。第一次吃这个，对，每个东西加一点。香菜、蒜片、姜丝啊，是九层塔、洋葱、大椒、辣椒、萝卜丝、萝卜干、萝卜干、花生，最后你就放几片鱼肉。然后最后才淋的酱，里面都是黄豆酱。哦，黄豆酱，对，哦，普林黄豆，然后上面是花生油，这一碗油就是我们的灵魂，是吧？每一家的油都味道不一样。哦，然后一口一口闷掉，一口闷，放久了它的肉就会起胶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非常好，就是带这个酱，好棒哦，鱼是比较爽脆的感觉。味道层次丰富，你能一次尝到很多调料的味道，都在这儿被油封住了。然后调味总体是稍微的有点点咸，弹牙的感觉，吃得很爽脆，哎，不错。我觉得和顺德的各有千秋吧。北方味是那清酒啊，浓香型的。贵州的酒咱们也喝来了不少，喝杯清酒交个朋友，那个清酒。谢老板啊，佩服佩服佩服，这个味道我喜欢。人间至味应如此，老白只恨晚朝粥。哎，这个是想了，体验了。老板，这是还有鱼刺的，这能吃吗？可以吃的，放到这个油里面浸泡一下。哦，哎，这算隐藏吃法吗？一般客人来都会吃这个，都会的，这啃它的味道。骨头也可以吃。对，放了一点酱油在里面。哦，骨头不能吃，把它剔出来。哦，笑一下，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嚼，越嚼越香了。然后把骨头拿出来就好。嗯，嗯，嗯。我就主要这个酱好，脍炙人口，知道吧？啊，脍就是金鸡玉脍嘛，就是切的鱼生。然后呢，那会儿遣唐使来了一吃，哇塞，这个东西好，带回日本。咱不开玩笑啊，绝对是日本国宴上的顶级的菜。就是吃这个东西，确实得需要点身份。一般老百姓你花钱也吃不着，也没人会动。然后他们发展了一下，然后弄什么鹤切、什么牡丹切之类的，摆得非常非常漂亮。嗯，是。然后，但是他们使的鱼呢，就是根据他们口味有调整。其实就是咱们饮食的，不是说边角料吧，就是我们流行过去了那么个东西。他们现在还到现在还是日本非常非常高端的食材。就在日本吃个鱼生，那最起码得半个月工资吧？是那种感觉。感谢感谢感谢，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如此这个精湛的鱼生的制作方法。感谢您，感谢您让我尝这么好的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们这个就喝得惯吗？嗯，好喝。以前我们传统一点的鱼生就是在入秋以后才有卖，就在大陆上那边摆摊的，嗯，然后吃就到那边杀切鱼生什么的。现在条件不一样，就每个季节都有。那潮州吃鱼生的频率高吗？很高很高的，一个礼拜吃一回。每年到了那个入秋以后，都每家每户都经常吃鱼生的。潮州还有一句话什么？鱼生狗肉。天下无敌啊！我们说成潮州话就是说，和尚搞那天下宝地。狗肉我就不吃了。但现在这几年就不怎么吃狗肉了。嗯，因为它比较有人性一点，所以人家就不吃它了。啊、对，我也不吃狗肉。这是一种那种真正我们潮州那些老真正的会吃鱼生的吃法。好啊好啊，就直接吃，不用蘸料。哦，蘸那个酱是吧？啊，好好好，就是这样吃的就可以了。它的口感又不一样了，因为它那个菜里面带有水分嘛。嗯嗯嗯，我们关键就是这个酱好。对，多年研制，老板九岁还是沾鱼。我跟你说，那边的酱它单薄的。九岁怎么会有这么个爱好呀？会杀鱼呢？那捅没捅你过自个儿杀过多少条鱼？要不用斤吧，数十万斤吧，几十万斤了，几十万斤吧。咱们简单算笔账啊，九岁，然后今年36，27年，咱就说一天杀十条鱼，这个平均啊，比如有的时候你看我的手这个茧，你看。哦，挂了哦，好厚的茧，这个就拿刀的。那大陆旁边啊，一个厂子，我那天在那里杀鱼，几百斤鱼。九岁的时候，好多个员工在那里看，哇，好夸张啊！那鱼大到不行，然后我手就放到他的嘴巴里面，因为太大了嘛，你手那么小拿不了，就把它扯到他的嘴巴里面，杀。这也没人管我，九岁孩子杀鱼，一大堆人等。帮忙啊！不能帮忙为什么？就这个规矩，因为我爱好，我有爱好就是为过瘾是吧？我
我爸爸买鱼回家杀了我就不行，我说你们买了杀好了也不好吃，就自己杀了才好吃，他们杀的不行，全鱼公敌。我跟你说我最怕去海边啊，我就最怕就负罪感溜下去了，被鱼拖走了啊。那不会做了，你去海边应该是他们害怕，那鱼看哇来哇、哦、我看到水，我觉得我看到水我就拽点记得的东西、啊、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就没事就放一点鱼苗啊放生。其实来潮州之前具体吃哪家鱼生我是纠结的，直到吃了这家，首先说人家的味道我服，另外让我更敬佩的是老板他对潮州这种文化的喜爱，希望更多的是所有人来潮州而不是他的店，这点让我特别特别的佩服。我没有收这个老板一分钱啊，只是单纯的对他家这个鱼生服气。全国各地各位老板啊，如果您要觉得有什么东西能让老白服气的话，欢迎联系我们，我一定会去试的。嗯，太极富国菜，太极富国菜，风水业做的。嗯，这边白吃的东西就是蛋啊，蛋、鸡蛋。我说我们到潮州这边来，特别响当当的一道菜啊，没想到是个素菜了啊。有一故事，宋炳帝就是宋代的末代皇帝啊，这跑到潮州来了，然后呢，晚上饿呀、啊、是吧？住一寺里边，寺里和尚一看也不知道皇上饿死啊。到这儿吃吧，咱这也没有什么荤腥，怎么办？哎，就找那个菜园子里边弄点番薯叶儿。啊，那皇上是吧？你饿了好几天了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一吃，哇塞，好吃，不错，挺好啊。朕等回銮之后，封它为护国菜，就这么流传下来了。哎，挺好喝的。这个番薯叶，我们怕它那个口感比较涩，就里面下了猪油，哦、还有铜骨。熬了汤，估计当天皇上喝的应该没有猪油，你想寺里边哪找猪油去是吧？嗯，哦，这个来了，这个来了、哦、老菜谱，老菜是20多年的老菜谱来了，老菜谱20多年不是白说的，这咋看出来？看可能哪个是菜谱？黑色的，这不是香菇吗？还有一种黑色的，这个很小的这个，哦，剁碎了啊，特别小，它放久了就变黑了，它20多年，那我教你怎么辨别，吃起来不酸的话就。会够老，就放的比较久，有新的会酸一点。对，放的太新就会酸。老菜谱炒饭，这放比较正经，有香。里边还有肉，好香啊！这东西它主要是吃它的香味，试一下酸梅，好，白鳗，鳗鱼比较腻，所以我们用了那个酸梅酱就比较会煎。谢，这个应该是我来。来，我来。酸味的菜油还保留了鳗鱼的这个香味，对，原汁原味，嗯，没有土腥味、啊、潮州的取材如果你吃了土腥味就不用请了，就肯定有客人要退菜啊，我要这么重严格，肯定是这样啊。